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前总统川普将于本月10日在费城进行总统大选辩论。贺锦丽预定今天前往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第二大城市匹兹堡。据报道，他在当地停留5天为辩论会准备。华盛顿邮报与美国 CNN 报道，贺锦丽和共和党对手川普10日在费城进行辩论前，他将赴匹兹堡与顾问制定战略并磨练攻坚技巧。这场辩论将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拉开序幕。这也将是贺锦丽和川普两人首次正式会面。他们之前唯一一次共处一室是川普担任总统期间在众议院发表国情咨文演说，而贺锦丽宣誓就任总统时，川普并未出席就职典礼。贺锦丽在匹兹堡聚集众人商讨战术，与总统拜登先前在马里兰州大营销为6月27日与川普辩论特训一周的做法很相似。然而，拜登在辩论会上的灾难性表现终结了他的争取连任之路。贺锦丽请到美国影集《纸牌屋》顾问邓恩及高级政策顾问科索格罗协助他为辩论准备。邓恩于2012年、2016年分别主导前总统奥巴马和前国务卿希拉里的总统大选辩论准备工作。现年78岁的川普则指出，与之前和拜登辩论无疑，他正透过选举造势集会发表演说，以及和亲近幕僚讨论政策等方式为辩论做准备。川普今天将以远距的方式在拉斯维加斯的共和党犹太人联盟集会上演讲，并亲自出席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说。